李英台、冯大峰、海里棍等班上有事，我不知要想起我来。奴婢，来不着来了。刚才的背骨跟他做伙了，早晚来有一关下场啊。这是阿娘做的。廖丽如是不是你指使的头事？这是情事。还能想向你要求过来？我天亮个就得报。我天亮了，是你的下手了。这个小哥林利用电脑黑客从银行电脑防火墙的破盖，我如果如今修理你，我真敢出大事。你根本不是人。我不是人啊，谁在听都没。你哪只想敢做事？外国推荐你半两年去做他们工商理事会主席。我若无靠你困，我是要到铁链处报仇。另外，员工集体罢工，怎么样？一定是有人在煽动啊！你是讲煽动罢工的人是阿良？除了伊。上够这个分数，容易啊！你靠新部安尼，暗不真快，我要上前保佑你来，你一定要听受我的礼物啊！我保证婚礼是你的。新马达是要替你操心的代志，一定是你大明明顶八卦。我看，非常明该做伙，大龙姐你变成这。你收点，今晚挂一个良人，安生，我就是啊。这你卖啥了？咱来谈恋爱就好了。我无聊，要想问到的人，阿哥应该是谁？你想要说？你想要选边站哦？我的心不相信的关系，感觉有温暖的手陪伴你。当天，情意里。